地瓜多用震乾坤，花生脆爽霸五洲，八浪咸香通四方，在一起才能成就闽南新主角。晋江上新了，热气腾腾的地瓜粉团，晶莹透亮，包罗万象。咬上一口地瓜粉弹牙，八浪鱼咸香，花生酥脆，多层次口感在味蕾环游。是简单，但是这个承载了我从小到大的这个口味，口感软软糯糯的，然后再配上里面它有些花生，糯中带点脆，软嫩 Q 弹，然后入口即化倒没有，有还有什么形容词？反正就是好吃。这东西机器做不出来，必须手工。地瓜粉团好吃，纯手工做地瓜粉团却是个熬人的活儿。用陈立娇的话说，那必须得有点功夫。眼神要好，我一眼就会看到地瓜粉好的坏的。我数了十年了，我就什么都懂的。农家做的地瓜粉韧性十足，但光有眼力显然还不太够。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煮的，火候太过了，它这个整个它地瓜粉团可能就会糊掉，但是它火候不够，它这个又不熟。搅这个地瓜粉哦，也要功夫的哦。加热水里面才会熟啊，水放下去哦，就一直这样搅，一直这样搅哦。置身后厨江湖，无论与何种食材交手，陈立娇都能凭借手上的功夫轻松成为滋味的统领。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食物，地瓜粉团的食材用什么都行，不过最初无非就是以花生、八浪鱼、地瓜粉和剩饭凑成，平淡无奇，却凝练着闽南人物尽其用的朴素思想。我嫁过来的时候咯，又是婆婆在煮咯，我就在旁边看着看着咯，就学了学了。我有些客人说，这么多家在煮那个地瓜粉团，吃来吃去都是要到你这家比较有味道。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妈妈的味道啊。将做地瓜粉团这门功夫传递给陈立娇的人，如今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江湖里却依然有他的传说。虽然现在店里是儿子儿媳当家，但要说阿婆的眼力功夫，没人比得上。出来原本往过咱农村哦，做事的，啊做事拢会寒子做，寒卵做，啊才搅寒卵俩。如同传授母语，母亲把味觉和思想深植在孩子记忆中，熟悉的味道就这么相随一生。被分成小团状的地瓜粉团，要迅速置身于翻滚的沸水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持传承的那一口鲜。粉团定型，盐、鸡精、米粉火速赶往辅佐，不消五分钟，地瓜粉团大功告成。当共同熟悉的食物出现，人们总是口舌生津，也总会心意相通。老一辈的人可能感受会更深，他们从剩饭啊加到现在有鱼有肉，还有这么多的配菜。在吃的法则里，滋味重于一切。闽南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后来我们生活不一样咯，有那个肉咯，有那个花生咯，还有那个花壳咯，煮起来就更好吃咯。生活变迁，地瓜粉包裹的食材千变万化，见证时代更迭。但最经典的食材八浪鱼和花生，就如同母亲传授给陈立娇的功夫一样，未曾改变。也许城市沧桑巨变，但多年以后，你仍会记得那份熟悉的味道和带给你熟悉味道的那个人。晋江是什么声音？炸，大火翻滚，热烈奔放。阿胖阿胖。焖，小
果慢熬，细致入微。来喽来喽来喽，这是同一个味道。蒸，水汽包裹，蓄势待发。煎，油脂缠香，干脆利索。煮，雨水相拥，从容大方。每个家都有一口鲜味，那就是家味。家常美味，人生百味。晋江上鲜来。经营好比羊之玉，爽滑赛过炖燕窝。一大碗下肚，暑气全无。石花膏唤醒你一整个夏季的灵魂。晋江上鲜了。烈日当头，借河消暑。奶茶、冰淇淋还是肥宅快乐水，在暑气逼人的南方，无论是哪一种冰品，都比不上一杯晶莹剔透的石花膏。石花膏深藏于晋江街头巷尾的糖水店铺里，个性寒凉，口感爽滑，具有清热润肺的功效。来晋江，如果要推荐一种冰品，那一定是石花膏。石花膏由天然石花菜熬制而成，而石花菜来自石头上的花。不是啦，是礁石上的海藻。石花菜，一种生长在台湾海峡中潮或低潮带礁石上的食用海藻。顶着烈日，渔民将石花菜从礁石上一点点刮下来，反复浸泡晾晒六次，再放入锅中，倒入少许白醋，小火熬煮，慢慢萃取出石花菜中的琼汁。繁琐的工艺驱除了石花菜的腥味，留下了夏日海洋的凉爽。石花菜中的胶原蛋白是美白神器，可以改善皱纹，提升皮肤弹性，让你美容解暑两不误。由于石花膏成品形似燕窝，一些老安海人也称其为菜燕膏。啊，你好，要加石花膏。我要加一个石花膏。要石花膏。要加石花膏。闽南的糖水店里，石花膏永远是头牌。以前会当果冻吃，但如今更多人选择刮丝泡蜜水。刮成一条条是为了缓解这个石花膏的那个海腥味，而且这样喝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只见店员手起刀落，晃悠悠的一整块石花膏被刮成了一条条均匀的细丝。蜂蜜是一定要加的。无色无味的石花膏细丝混入蜂蜜水，那赏心悦目的姜黄色让你恨不得立刻将它送入口中，任由微醺的海风和清甜的蜂蜜在舌尖绽放出一朵朵浪花。对， Q 弹脆脆的，清清爽爽，很凉快，吃起来又脆又嫩的，然后还挺适合夏天的。还要加什么？以石花膏为固定主料的四果汤亦是不容错过的晋江夏季冰品。西瓜、芋头、阿达子，想加什么都可以。老板，再来一杯。人生百味，再来一杯。冰凉凉的石花膏，甜滋滋的蜂蜜水，酿就一整个治愈系的梦幻夏天。排骨咧，大炒大拌咯，啊，即关公压爱心不断咯，哦，党员带头如虎，即大鱼金刚人感赞。就是即只大鱼金刚，啊，是要讲。个最少一百。啊，做爱心金刚的嘛，那是中国爱心城市咧，中国爱心城市。啊，是的。你喜欢是因为想你不丢，给天无意，时间无够。我想求你的高，我想求你的高高老人吃一份来。好。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我们多次组织学习二十大精神，并就今后的文艺创作开展了积极的讨论，如何保留传统戏曲艺术精华并进行文化创新，反映时代，如何创作彰显我们晋江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的作品。带着这样的思考，从我们现实家庭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情来展示我们晋江这种小善巨大爱的精神。为了使这个作品更接地气，让观众喜闻乐见，我们在创作中融合了科派女手的表演，把这些作品带到基层演出，经常性开展惠民演出活动。我们第三关是请我们五届老师把我们表演一段社会大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晋江的戏剧工作者创作了木偶戏《施工断案》、高甲戏《小善巨大爱》等优秀现实题材作品，通过新的戏剧表达，让更多的观众戏迷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组织传统戏剧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让更多的观众接受戏剧文化熏陶，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摄影意味着将镜头对准现实，用一个个定格的瞬间记录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精神面貌。这次展览共收到65名摄影爱好者精心选送的491幅作品，我们从中精选了110幅作品展出，共分为平安、体育、绿色、人文、产业以及品质6个板块。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展览，向社会传递正能量，感恩新时代，一起向未来。也希望广大晋江摄影人要不忘初心，扎根本土，深入生活，贴近群众，脚沾泥土，胸怀祖国，用艺术精品讲好时代故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作为摄影人，我们备受鼓舞。7年以来，我们协会配合参与了晋江经验20周年图片展以及何以晋江画册图片拍摄与征集等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表达真、发现美以及观生动的影像，记录晋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幸福生活。接触摄影人的一双双目光，透过摄影人的一处处镜头，将城市历史回溯，展现城市风采。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记录者，用定格的瞬间留存下我们的美好时代。